小天里头啊，讲这个道理头里头啊，很有哲理的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说他得到这个先这个教授的这个意思，就因为他无所恐惧啊。好像啊，这果章讲给这个奖励去了啊，他也无所恐惧，也不怕啊。这个师父在旁边，他也敢讲；师父走了，他还一样敢讲。讲的啊，总而言之，他有一套讲法。所以呢，讲的也就很不错的。那么游的也不怕，听师父说叫讲经啊，要不要害怕，能讲。他讲啊，说出的声音呢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木头棍子，把人打的都很觉得很痛啊。这个他不怕了，人家怕了。讲的人家怕了，人家怕听了啊。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呢，一切事情都要找着中道。这中道啊，就是也不偏左，也不偏右，也不太过，也不不及，这中道啊。今天晚您写那个微有所表，微无所表，那就是表示那个中道。那个中道并没有形象的，你随时处事合乎这个中道了，这就是妙道。你不合乎这个中道，那就是不妙的道了。所以呢，佛也自己也不怕，也不叫人家怕啊。所以呀，无所谓。这不是说耳朵无所谓，不是说佛无所谓了，令众生见着佛就怕了，不是的。众生见着佛也不怕的，众生听佛讲法，越听越欢喜听，越听越欢喜听，听的几十年听法也不厌倦，越听越欢喜听，越听越欢喜听啊。这个才是一个说法的者呢。那么说啊，怎么讲《法华经》还有五千退席的，越听越欢喜听，怎么还有跑的啊？怎么还有人不愿意听的呢？啊，你问的很有道理。果然呢，有五千退席，五千跑的啊，不在这听。那他不愿意听，不是他不愿意听，他是没有这种德行啊听，所以啊，被他业障啊的驱使，方才佛意要讲妙法，他这个业障啊就来了，在这坐也坐不住了似的啊，自己走了，他自己退的席。这也并不是怕，也并不是不怕的问题，也并不是欢喜听和不欢喜听的问题啊。这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些个人罪业太重了啊，想要听啊佛法，他这个业障发现，要跑了，要发魔气了，这叫发魔气。那个魔力上来了，这些个因为有罪的人呢，他要不走，把这些个没有罪业的人呢影响的也都不会听了。好像啊他回的佛正讲经呢啊，他跳起来回的狂呼大叫啊，他发起神经，发起神经病，所以呀 莫如就走了。这是这么个问题，你不要拿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来问啊，无所谓。我以相延伸的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我以这个白府庄严的相好啊，这个来自言其身的，光明照世间的。
这个有大光明普照这个世间，无量众所尊，在这个无量无边这么多的佛呀，威武未说实相印的，都是为这个说这个实相法，都是为的说这个真实的智慧，都是为的说这个妙法莲华经。什么叫实相印呢？实相印呢就是妙法莲华经，妙法莲华经也就是实相印。你要明白妙法莲华经了，就明白实相印了，不明白妙法莲华经啊，那就印不着你，就没有法子给你印。舍利弗当知，舍利弗你应该知道，我本立誓愿呢，我在以前呢所立的那个誓愿呢，欲令一切众，我是啊发愿，愿意啊使令一切的众生入我等无异，就和我呀和十方诸佛是无二无别的。所以呀，你谁要比我有本事，谁要比我聪明，你们千切记不要生一种妒忌心，或者谁要讲经说法讲得好了，你也不要生一种妒忌心，你只要啊生赞叹随喜的心，哦，说他讲得那么好，哎，我也欢喜听，要应该这样讲。切记不要啊无论哪一个人呢说法说得好不好，你不要生啊一种讨厌的心，不要生一种啊烦恼啊，你要生烦恼啊，那你就啊他讲的就是好你也听不进去。你要不生烦恼，无论哪一个人说法都有他的这个长处和他的道理啊，你只要细心去听，都会得到啊这个法中的益处啊。所以呢入我习所愿，好像我呀在以前所发的愿今得已满足，现在呀我已经成佛了，我已经满足我以前的愿了，现在我所愿意度的一切众生已经度的有正果的，有发菩萨心的，化一切众生，我呀现在化也度一切的众生，皆令入佛道，我现在呀完全令这一般的众生啊都得到这个佛的果位啊，都完全成佛，一起成佛道。要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，无知者错乱迷回不受教。要我欲众生，那前边说皆令入佛道，令这个一切众生啊都开示悟入佛之知见。让我遇众生，假设我呀遇到一切众生了，这个我呀是佛自成，佛啊正得到啊八大自在我，有八种的大自在我。什么叫八种大自在我呢？第一，这自在我就是一身，一个身呢，能以为多身，一个身呢能变很多身。一个佛它可以变无数那么多的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以一尘身
能满大千界。以这一个好像微尘那么大的一个山呢，可以满三千大千世界。他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就是因为自在。第三呢，他这个佛的身呢，可以轻举远道，轻举，就好像那个，举一个比方啊，怎么叫轻举呢？就好像那个气球似的啊，一点没有重的力量就飘到空中去了，这叫轻举，远道，这个气球到空中啊，能飘到很远去。这是比这个一个气球啊，是怎么样子讲呢？其实佛这是一种神通自在的妙用啊，就轻举，轻举起来了，轻远道，能到很远的地方啊。这第三种。第四种呢，他能以啊，以无量类，这无量无数啊，那么多的种类的众生，常居异土，常在这一个国度里头啊，这么样子同居。这第四种自在的，我。第五种是什么呢？啊，讲楞严经讲过，六根互用。就是那个猪根互用啊，眼睛能吃东西，耳朵能说话啊，你看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互相啊，都有这六种的能力，每一根都有六种的能力，眼睛也可以看，也可以听东西，也可以呀、吃东西，又可以尝东西呀，单用一根就可以具足啊，这其他的五根的能力，每一根都有这种的能力，所以这叫诸根互用啊。啊，你说这是妙不妙？这诸根互用是第五。第六叫什么呢？第六是得诸法相，入无法相，得着诸法了，还没有一切诸法相，入无诸法相，他得到一切的诸法，还没有这个法相，法也空，这是第六种的自在。第七种的自在呀、更妙了、他说一记忆就讲这一个记诵的这个道理，这种意义经无量劫啊，说的无量无边，那么多的大劫也说不完，这一个记诵这个意思。第八种呢，就是身满诸处，这佛的身呢遍一切处，身满诸处，犹如虚空，虽然满诸处，但是可好像虚空一样。我讲楞严经讲那个佛字不加，佛是无在无不在的，你说他在什么地方啊？他什么地方都在。你说他不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都不在。所以呀、也可以说犹如虚空。这犹如虚空，你看虚空有一个什么形象呢？无形无相。佛的这个身呢，满一切处，也就犹如虚空一样。
哎呀，我们这个都在福。这个气体里边呢来生存的，佛在天地间呢就像一个大人似的，我们在这个佛的身上啊就好像我们身上的一个小虫似的，我们身上有生的，有的时候你时间多了不洗澡啊，那个身上就出生出有那种微生物啊，那种小小的那个东西啊，在北方啊有那种虱子蛎子啊，很小很小那种东西，但是那种东西它不知道人是个什么样子的，看不见人，它在人身上生存的，而看不见人啊。我们在这个佛的这种法身之中，也就等于这种道理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看不见法身。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佛的法身？就因为我们在佛的法身上，在佛这个法身里边，所以看不见佛的法身。中国有这么一句话，说为何不见庐山面，至缘神在庐山中。中国最有名的一个避暑圣地是叫庐山，在江西那个地方，那个风景也美丽呀，生的。那个山清水秀非常好，但是你怎么看不见这个庐山呢？因为你在这个庐山里边，你到这个庐山外边你就看见这个庐山了。可是啊，我们为什么看不见佛的法身？就因为我们在佛的法身里边，我们要到这个佛的法身外边去啊，可以看见佛的法身了，但是佛的法身外边根本就没有地方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法子到佛的法身外边去。那怎么样的呢能看见佛的法身？我们就是啊，也用功修道，等成佛了，和佛无二无别的时候啊，就知道佛的法身是怎么样一种境界了。这是啊第八种的大自在我。那么现在呀，佛因为得到这个八大自在我呀，所以他随心入意教化众生啊，怎么样子说法怎么样就对，尽教以佛道。所以啊，佛以他这个八大自在这种的神通妙用来教化众生啊，无智者错乱。虽然佛是这样慈悲教化众生，可是那个没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就是一些愚痴人。愚痴人呢，你给他讲什么他都将信将疑的啊。为什么将信将疑呢？因为迷惑不受教，他因为啊他太迷昧太深了，迷得太深了，所以你给他说佛法他不能接受。那么人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前生的事情是个做什么的。那么这个怎么能知道呢？你自己考察考察你自己，自己呀看看你自己，你自己要是慈悲心多，那么前生呢就没有怎么样杀过生，就没有犯过多大杀戒，你慈悲心大。这所谓慈悲心呢，就是没有脾气，见到任何人都啊晓得啊这个人和我是最亲的骨肉的一样的，爱人如己，爱慈爱一切的人呢像自己似的。
你要能有这种的存心，这你前程就没杀过生。你要没有这个慈爱一切的人的这种心，你前程就杀过生。你自己也好像用镜子这么自己照一照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啊，你自己要是嗔恨心太重，这前生啊就杀过生。这好杀生的人就脾气大，火气很大的。有这两点呢，其余啊你这个都可以自己呀这么考虑考虑自己这个前因后果，你今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前生你就做的什么事。所以前几天来那个游客是当军人的，他问这个人可以做畜生吗？你相信人可以做畜生吗？我就对他讲啊，我说你做畜生是就是畜生，做人是就是人，不用说来生变，你就今生你做畜生的事，畜生所做的事情你也去做，那你就是畜生。你做人事，人所做的事情你就是人，你做菩萨所做的事情就是菩萨啊，你受了菩萨戒行菩萨道就是菩萨啊，这初发心的菩萨。不过你做佛事就是佛，你做鬼事就是鬼，看你怎么样做。所以呢这一切唯心造也是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些个人都来这听佛法，为什么会来这听佛法呢？因为俺们前生啊就对佛教有一种信心，所以今生啊就欢喜听父母讲经说法。要没有上根的人呢，他听讲经说法的啊，这才是胡说八道呢，这没有意思，来跑了啊。所以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许命通，自己啊许命通就知道前生的这种神通。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，今朝于无欲，痴爱故生恼，一诸欲因缘，堕堕三恶道，轮回六趣中，备受诸苦毒，受胎之危行，世事常增长，博得少妇人，众苦所逼迫，入邪见愁林，绕游绕无等，依止此诸见具足六十二，甚招虚妄法，坚守不可舍，
佛门自今高，禅取心不识，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，一不闻正法入世人难多。我知此众生，此众生是哪一个众生呢？就是那个没有智慧的那个众生，也就是啊那个没有智慧而又不受佛的教化，迷毁不受教这个众生。我知此众生，我知道啊这一等的众生未曾修善本，他呀在过去生中啊没有修这个善本，所以呀、啊、他愚痴。要修过善的根本呢，善的根，这种人呢就聪明，不会愚痴。那么说是啊这个善根我有没有善根呢？你不要问你有没有善根，你问你呀、啊、肯不肯依照佛法去修行。你要能依照佛法修行，就实实在在去行持佛法，守佛的戒律。你没有善根不是吗？也会有善根了。你要不依照佛法修行，受了戒你不守戒，什么善事你也不做，所谓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业，就拔去你一根的头毛或者汗毛，这么多多的善事啊你都不肯做，对人对其他人要有好处，说是啊把你这个头发毛啊拔下来一条能可以立一天下，我不做这个事情。为什么我不做？拔我头毛我就很痛的，你对天下的众生有没有利益管我什么事啊？啊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这个事情我不做的。那么不依照佛法修行你就有善根呢也没有善根了，你依照佛法修行没有善根也会有善根，所以呀、啊，不要问自己有没有善根。我再给你说一层，说深了一层，如果你没有善根的人呢，根本你就没有法子来听佛法，你没有这种因缘啊。好像俺们现在能以在这儿来听佛法，听这个尤其妙法莲华经，这都是啊在许世生中啊已经种这个善根，种过善根。可是你不要问，我也不答复你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说你有善根，你供高起来了，你看我啊，这个法师说我有善根，我这个善根一定是不小啊，啊，就自满起来。我如果说你没有善根，你这个人呢，哈，前生是个猪，今生才做人，所以呀、啊，你没有种过善根呢，所以你这么笨，这么愚痴。你想哦，我前生是个猪来的，今生做人啊都没有什么大意思，我倒还做一点坏事再去做猪啊，总觉得没有事情干啊，吃饱了就睡啊更好，所以呀、啊、令你生退心，所以这我也不能讲。
你有善根没有善根？就问你能依照佛法修行，就是有善根。没有善根的也有善根，你不依照佛法修行，你有善根也没有善根。主要就在这一点。所以这一般人呢，佛知道啊，这一般的众生没有种过善根，在许世啊没有修过，兼招于五欲。他呀，兼就是坚固啊。这坚固是什么意思？坚固就是啊，不能破坏。你没有法子啊，把它破坏。不能破坏什么呢？不能破坏这个五欲的境界。什么又叫五欲呢？听过经的人呢，一听就知道这五欲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五种啊，这叫五欲。又有五种也叫五欲，那五种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财，第二就是色，第三就是名誉，好名誉，第四就是吃好东西，第五是什么呢？就睡觉，就是睡。所以这叫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这五欲呀，就好像啊，有五生了五条根似的。你着住到哪一个上边，都会跑到地狱去，都会把这个欲啊，把这五种的欲啊，把你拉到地狱去。所以这叫那是生地狱的五条根，堕地狱的五条根，也就可以说是啊，到地狱去啊，这五条锁呀、就披甲带锁那个锁，锁链子，这个锁链子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地狱那个地方，一拉就被你拉去了。也就是怎么样啊？你贪财的人，不择手段啊，也不管了合乎义不合乎义，这个财你都要贪啊。本来是不应该贪意外之财，这个义就是仁义道德那个义，不合乎义的财呀，不要它，这是不贪。但是啊，你不管义不义的，有钱就好，不管是个什么钱，也不管这个钱来的干净不干净，来的正当不正当。咱们这个贪财，色就是没色，这是啊，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这一个毛病，不论男女碰到一起，第一个念头他就先看一看，他看看这个男人相貌美丽不美丽，这是男人。女人看见男人，男人看见女人第一个念头也是啊，我要看看这个女人她相貌生的怎么样啊，多数啊有这种的想法。你看这色名人，你不贪财不贪色啊，也贪了名，又这个被这个名将啊，这个名的锁住了啊，就欢喜好名，各处去用种种的方法自我介绍自我宣传啊，好像某某居士印了一个卡片，上边印的啊，又是某某的团体的主任，又是某某团体的组长，又是某某团体的这个董事，这多了，
那一个卡片印满了，这为什么？就是好名，就是为了叫人知道，多一点人知道他的名。所以呢，他一看这卡片，一看这个片，哇，有这么多的就先头啊，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名字名堂在这个卡片上。那个名是这样，对于人呢也这么重要。有的人呢也不好财，也不好财，也不贪名，但是怎么样啊，就欢喜吃啊。怎么样吃呢？他吃不是啊，说吃自己，专门呢想各处去骗吃啊。听说哪个地方有人请客了啊，他就毛遂自荐，走到那儿就吃一份啊，鱼目混珠啊，在那个里边呢就混吃。呀，唯一的因为吃东西被人人都看不起了，人人都知道啊，这是一个贪吃的人。他一到什么地方，人看见都讨厌的，就是啊，吃。第五呢？有一等人呢，也不贪财，也不贪啥，也不贪名，也不贪吃，但是怎么样，贪睡，就欢喜睡觉，甚至于不吃饭可以，你叫他不睡觉啊，不可以。那么睡得多了，头脑啊，都睡到一起了，这个头把脑啊都睡到一起了，睡到一起就没有智慧了，就会睡得愚痴了。所以香港台湾常常有那个睡死病啊。为什么有这个睡死的呢？就因为他欢喜睡，所以啊，睡着死了他觉得也非常快乐啊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一睡觉就死了，也不痛苦。这五种啊是地狱的五条根。所以啊，我们明白佛法之后，要有这种毛病的都要把它改善了，不能即可呀把这五种毛病改全都改变了，也可以慢慢改。慈爱故生恼啊，因为着住到这个五欲上啊，才生出一种愚痴而爱着啊这个五欲。那么爱着五欲啊，就要用种种的方法去找这五欲，找的不随心了，就生出烦恼来了，就生出烦恼。为什么生出烦恼呢？就因为没有智慧，对于这个境界看不清楚不明白，所以呀，本来贪不没有贪不到这五种欲，应该呀自己回光返照啊，发一种觉悟的心。他不但不觉悟，而且还生一种烦恼，以诸欲因缘，以这个种种的这个欲的因缘堕堕三恶道。所以呀贪吃、贪睡、贪名、图利、贪财好色，这种种的这种啊恶的行为，它现出而生烦恼就愚痴了。愚痴之后就堕落三恶道了。三恶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啊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这三恶道，堕落三恶道去了。这个堕落三恶道
就是被这个地狱五条根牵去的，牵引去了。因为啊，他摆脱不开，把这个三恶这个五欲啊看得太重了，所以呀、就堕落三恶道去了，轮回六曲中。在这个轮回六道之中啊，六曲也就是六道，六道轮回里边，六道轮回就是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。在这个六道里边呢，轮子这个转转呢，转来转去，所以就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，啊，忽然做牛了，忽然又变马了，啊，忽然做恶鬼了，忽然又变了修罗了，这互相啊轮回。因为啊，在这个六道轮回里种这个六道轮回的因，所以呀、你就受这六道轮回的果报。备受诸苦毒啊，这个备就是完备，也就是全了啊。什么全了呢？受这一切的苦啊，全了，受全了。这个六道的这苦恼啊，受遍了，所以啊，叫备受诸苦毒。受胎之危行呢，所以就啊脱生去投胎，投胎做人，或者投胎做马，或者投胎做牛。你看啊，有人怕老鼠，有人怕老鼠啊，就不要做坏事，做坏事啊，你自己或者都会跑到老鼠那个队里头去，跑到老鼠和老鼠做朋友。所以呀、你看那老鼠又污浊又邋遢啊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这老鼠也是受胎的，是受胎之微型，这个最小的那个胎生的东西，对啊，受胎之微型，世事常增长啊。这种啊投胎去受果报啊，啊，今生受这种的胎，来生又受那一种的胎，由小的动物变成大的动物，由大的动物又变成老的动物。总而言之啊，这个业障啊总增长，这世世生生啊这种恶业果报啊，有加无减，只往上增加而不减少，所以啊，世事常增长。这个增长啊，长到什么程度上啊？那没有人知道。博德少辅人，这德行啊，微薄，德行少，所以德行少，这个福报也就少。众苦所逼迫呀，所以呀、受到这一切的苦啊，一切苦就是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，这等等的这个苦啊所逼迫，入邪见丛林，所以呀、就跑到那个邪见呢丛林，那个邪见呢就像什么那么多呢？就像那个树林子啊那么多，你看那么多邪见，你怎么能跑得出来？绕有绕无等，绕有就是常见，绕无就是断见啊。这个邪见丛林呢，有这个总起来有62件，这个绕有就是常见，绕无就是断见等，依止此诸见呢，就啊和这个诸见呢就解为啊朋友了，互相依赖，依止依靠到这个剑上啊，
停止到这个建的这个地方。啊，这六十二建，具足六十二，这个诸建很多很多的建，那么总起来有六十二种建。这六十二种建呢，是什么呢？在过去没有讲过这个六十二种建，今天呢，来讲一讲。啊，俺们人人都听过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是五蕴。有的外道啊，他就这样想了，啊，怎么样想呢？他说呀，这个色大，我小，色呀是非常大的，周遍法界，我呀是个小的，我在这个色里边，你说这真是太愚痴了，怎么自己跑到那个色里头去了啊？岂有此理呢？这简直的是不通之至啊，根本没有这么个道理，他做出这么一个道理，造出这么一个理论，说是啊，色大我小啊，我在色中，这是一种外道，这是一种见啊。又有一种外道，他也立出一个理论，立出一种见呢，就是什么见呢？他说呀，色小我大啊，色是小的，我是大的啊，色在我中，和前面那个正相反，这个色呀在我的里边啊。究竟这个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了啊，色跑到他里边去了，这是一件啊，这两个了啊。又有一种外道，他又啊立一个邪说，立一个邪见呢，他说，说什么呢？说色就是我。什么叫色？色就是我。哈，这又是一个理论，色就是我，色即是我。又有一个外道，又立出一种见，怎么说呢？说离色即我，这个色是离开我的，啊，离色即我。和我不成一个的，你根本也没有什么根据就立出这么一些个邪见来。这有多少个见呢？有四见吧，四个见啊。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，色小我大，色在我中啊。离色是我啊，有一个说色就是我，四种见，这四种见不是吗？色受想行识，色有这四种见，受他也说有这四种见，他受大我小，我在受中，受小我大，受在我中，离受是我，他说即受是我，也这四种见。那么这个想和行识也每一个都有这四种见，这五四合起来这是二十种见，二十种了。二十种见这是现在的二十种见，还有过去的二十种见，也是这色受想行识，过去有二十种，未来还有二十种，这合起来这叫六十种见，六十种邪见。那么这六十种还差两种呢，就是那个断见和这个常见，绕有绕无那两个见，所以合起来呢，这叫六十二见。这种见呢，根本就没有理由的。你不要问，为什么他有这六十二见呢？根本就没有理由的。他立出这种邪见，所以呀、啊，你一追究理由呢，就是你也堕落这个邪见里头。
根本没有理由，你不过我们要知道他，啊，知道他是没有理由。身着虚妄法呀，这个外道啊，他都深深的执着这种虚妄的法。虚妄法是什么？就是这六十二见，这叫虚妄法，坚守不可舍。他呀，坚固领受。啊，拿受这个六十二见，这是有道理，啊，是这样子，啊，我大色小，色在我中，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，啊，这就是执着不化呀，就是执着这种见解，他说是对的，啊，也就好像母一等人，啊，他信这种的。迷毁的宗教啊，他也不追究真理，不管他说的是啊和非，他就迷了，迷那种的邪旁门左道一个样子。所以呀，坚守不可舍，坚守啊，他支持这个道理呀，非常坚固。信的非常坚固，比信佛呀，比信这个法师那种信力还坚固，啊，还坚固，啊，你叫他改变不行啊，这是我的祖师啊发明出来这个种理论呢，这是不可改变的，一改变呢就有大罪了，回头堕地狱了，回头一定去五雷轰顶啊，啊。五雷轰顶，这天上打雷呀，哦，打死这个人哦，我这个不可改变的，我一定要信这种宗教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哪一个要不信我的话，都不会五雷轰顶的啊！不信佛也不会五雷轰顶的，你们只管不信啊！你等你想清楚了再回来信啊！现在呀，你因为迷了。你信外教啊，你可以信去，等你啊清醒过来，你再回来到佛教。因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你信任何的宗教也没有超出佛教之外啊，任何的宗教都是佛教的一部分，不过你呀，那个路有走远走近，你信仰其他的宗教那个理论呢，你就多走几步，你信佛教，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接近佛教，你先明白，先开悟，先成佛啊。所以有我的就是我很多的弟子都啊，听就跑了，我也不管他，你跑就跑，你跑够了就回来了啊，你没跑够当然要跑，嗯，真没问题，就好像这五千退席一样的，啊，所以呀，你等好像这个人要吃饭，他饱的时候啊，不想吃饭，等到肚饿了，他就想吃饭了。那么你这个对佛法也这样子，你觉得现在对佛法不需要啊，没有肚饿呢？你各处跑，等跑肚饿了回来又想要吃这个佛法来了，坚守不可舍。我慢自矜高，我慢就是共高，我慢增上慢，自矜高就觉得总有个架子，你看我啊，我这个我哈，你比不了我呀，我怎么样都比你好啊，这叫矜高，自己认为自己这个身这个架子不知极大啊，就好像某某人到这来呀，哦，说的心非常的高了啊，这就叫自己矜高嘛，心高有什么好啊，那个心呢要慈行下气，恭敬一切啊，你自己心高傲起来，那就背道而驰，禅取心不实。禅取怎么叫禅呢？禅就是谄媚啊，谄媚人
怎么叫谄媚人呢？就是啊看见这个省长来了啊，又给他开车门呢、啊、又给他倒茶，又是点烟啊，不知道怎么样恭敬他好了啊，甚至于对佛他也不那么恭敬啊，看见一个做大官来啊，他就总向这个向上面巴结，这就叫谄。曲呢，曲就是不直啊，明明他想去向你借钱呢，譬如他想向你他知道你有钱，想向你借钱啊，他不直接的向你说我向你借钱，他怎么说呢？啊，今天呢我想用一点钱，回头我想和吉利讲一讲，和他借一点钱。本来他想和这个其他人借钱，回头和果宁啊，回头果章啊借钱。他不说果宁果章，他说想要和吉利借钱，这么样子转个弯，这就叫曲，弯曲。这个曲就是弯曲，那么弯曲就是不直啊，心不实，这个心呢不实在，它虚浮的，不真，不实就是不真。欲千万亿劫呀、啊，这等人呐、啊，经过千万亿那么长的时间呢、啊，那么多的大劫呀、啊，不闻佛名字啊，也听不见佛的名字。为什么呢？他善根太薄了，没有善根，一不闻正法，不但不闻佛名字，也呀没有机会能听人讲经。你们能听这个讲经的人呢，这都有善根的人，没有善根的人呢，到这个地方啊，做一秒钟啊，他就觉着这个屁股啊，觉着好像坐在针上了似的，扎得非常痛啊，赶快起身就跑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没有善根，所以坐连一秒钟都没有就跑了。这叫就是因为没有善根的关系，一不闻正法，他没有机会听到讲经啊。你看咱们三藩市，咱们这儿每一天晚间讲经，那个听不见佛法，没有来听经的人多，是咱们这听经的人多啊。也就好像啊，佛抓了一把土，就问呢这个诸大弟子说：“你们看我这个手里头的土多呀，还是啊这个地下的土多，大地土多呢？”一般大弟子就说了，说当然这个大地的土多啊，如来手里他的土少啊。啊，佛就说了，说是啊，得人身者入掌上土，入啊佛使掌上土，得到人身这个人，